你是在胡编讲啥啦？我哪有欺骗小弟？我是真正得到血癌啊！麦克平啊，我去过平安医院。方思瑶，你竟然偷偷走去调查我的病历，你来这骗屁啊！我什么代志拢无讲，同医师出国，两礼拜以后才倒转来，我什么物件拢无饭店。 是你家己心虚，这个老师会讲出来。你竟然欺骗我！是你家己出卖你家己的，你这么爱小婷，哪有可能这么悲观，跟我放弃治疗？我以后甲钱借无，你真正无半辈。你竟然知我无半辈，你想到别个真相，你才甲小婷讲。啊！ 你是看我为着家长代志去用拆破，你连讲白惨，你感觉真出名。我找你出来讲，就是无愿意让小婷对我遮知影这件代志。刚刚你无了解，我会当理解你安尼做的原因，你是想要把小婷留伫你的身躯边，要唔过你真正用唔到方法啦。我爱小婷，我是真心要祝福恁两个人的婚姻。 所以，家己做唔到的代志，我要你家己去面对。孙总，假使你真正对小婷坦白，伊一定会愿意原谅你的。你爱我坦白？哦，我知啊啦。因为你无我讲白贼的证据，所以你爱我家己承认。方思瑶，我看吼，你根本就是超过伊要爱小婷离开我的啦。孙总。 你根本无破病，只看白贼话，过当红看偌久，早班的壁卡，你敢知影？查某囡仔上万分的，都是别人欺骗伊。刚刚你无了解。好啊啦，你莫伫遐假好心啦。我甲你讲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家己会解决，无需要你来教我安怎做。小婷即马是我的某，阮翁仔某的代志，无需要你来操心。 我警告你，我无得到血癌的代志，绝对袂当让小婷知影。啊，若无，我会一个一个对付你身躯边的人，我绝对会让你后悔。